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永恒一记 ，Odi Money and I。康博士，我没有拉上去哦。康博士，我没有拉上去哦。我一样控制康博士，因为我怕直接把他撵过去。全体攻击，好加载。嗯。叠珠哦。好，手下留人。OK。告跌掉，没跌掉。连抽三张忍者好无言，对啊。好，怎样？那出技啊？出技，哎呦喂啊！出技的方式就是这样啊，但是不是叫你他妈天降把我弄掉啊？嗯，一会要补7000多，先把你的攻击珠跟那个消消掉吧。哎、欸，没有人叫你消心珠哦，哎、欸，你在消啥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要消心珠？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，平民百姓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为什么要消心珠？啊，手残哦，哦，好吧，手残的代表就是我，平民百姓。直到受到敌人攻击为止，所以他是常驻真伤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意思？看字面上是这个意思啊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太刺激了。为什么少一个菱形？看林老师哎、欸，看林老师，今天还是要看林老师。来吧，快点，前夫人，主角啊！况且前夫人到底有挂 OP 啊？哦，太强了 ！Oh my god！ 锁水啊！你是在锁啥？你在在锁啥？OK 啊。
林老师卡好大嘴叫嘞。干！我每次都撞到自己的手指头。收火。快点啊！前夫人好用，他这个减伤又增伤。这张卡我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大家说他这张卡好了。可以理解，哦，可以理解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你搞小能力，林老师哎、欸！看老师靠大嘴叫嘞！干么鸡耶？阿后没追过，这一波把那个水珠全部消消掉啊！但不没有关系的珠也可以消掉了。几乎人亏了哦，几乎人亏了哦。一波甲上照哦，一波吼，一波吼，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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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直接吃好吃满不后悔，气力转长入真伤根本暗护女，真是蛮屌的，我觉得是蛮屌的。100多万，我好像打不掉这开这个就打掉了，我相信。我、哦、靠，背后搞得我亏主角，没记按住看没掉。哇靠，怎么上面什么没有攻击珠啊？哇靠，哇靠，三组按珠这样，吃掉还吃不掉？哦，有天降，林老师也没小喊。突击直接把我那个弄掉了，他那点凶。哟呼！炸！冰舒服，我就是不要让你啊有那个风化鬼珠，好不好？看到风化鬼珠，我就火就上来。哎。没了。听说是打两下子。低血高连击啊，温系。500多万呀。主角要不要跳啊？等下知道手转的意思是不是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亏点了。靠背，我这血量会不会太尴尬？不能开、欸。现在是要怎打？看不出拉高是不是？一波带走是不是？好，我试试看。讲是足简单的，做还是较困难的。看，这有点难，真的有点难。啊，吃天降不知道对不对，不知道算不算数。
Oh my god, 8000多分！啊，钱夫人，我看看你有多强啊！六六六，哦 ，My God 嘞 ，My God！ 嗯，好一个钱夫人，断开锁链，灌开魂结，灌开锁链，灌开魂结。话说我们的新珠是什么？啊，没有新珠哦。哦，现在怎么样？手转八康宝呀！我平民转珠，你给我手转八康宝。我平民转珠，你给我手转八康宝。我试试看。刚刚小可困难，我感觉我看起来小可困难。你知道大概看起来是安怎？六康博啊，七再一个啊，对啊，天降的鬼啊，简单啊，很简单啊，天降就过了。附加家族技能重置强化盾武士减伤行吗？等一下、哦，全满生命扣至一，并将心转自身服食，那是没有倍率的意思哎。那我干嘛现在转？就这时候告诉各位，有个诀窍就来了。这个他打16377七下，看来我只能撑一回合了。前面有啥开啥，乱讲，乱讲。让我示范一次，不可以这样害人，知道吗？不可以这样害百姓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永恒一技 ，Odi。Money and I 看好哦，手转哦，看好哦，看好哦，一二三四五，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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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 哦。看到没有？刚是五 combo 还是六 combo？ 啊，我不管啦，反正就是 KO 了。看人家什么？叮铃，嘟噜，叮铃，亏亏了，亏亏六，再一个，哦啦哦啦哦啦，你要亏啊，你要亏啊，你要亏啊，你要亏啦！啊，亏玻璃西，亏玻璃，亏玻璃，GG，亏玻璃，GG，来，猫乖，GG，GG。